原來 cheese grater 唔係用嚟整 cheese 噶，係係用嚟。是但啦，算數啦，唔煩你啦，冇人錫我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七集的 At My Home Sessions 天马之音。咁今次呢位嘉宾咧，真系好耐冇见啦，欢迎关彩耀。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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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系好耐冇见。我上次见你系嚟睇你个 Focus Live 香港站。哦，系啊，嗰、那个已经系讲紧2018啦，2018年系冇错，2018年。哇，都成两年时间咯。系啊，仲等紧你新歌。哦，好、啊。等你新歌俾我。好啊，我会写，一阵拍完即刻写。最近有啲咩？最近啊，其實就真係等緊新歌，今年希望可以出兩隻啦。但係除咗個音樂之外，自己影相咯，影相就我自己不嬲都中意嘅一個嗜好。咁最近就玩啲特別嘢啲。係，我覺得你近排啲相咧，好似升級咗而家，好有動感啊。係，同埋有啲 practical effects， 即係水啊、風啊嗰啲咁。即係乜都似，因為咁我都係影相方面想諗多啲新嘢玩。係。咁所以就譬如錶啊、啲玩具啊。係咯，你講起個錶嗰幅相 ，actually 我就。就想提起錶嗰幅相，你依個 G-Shock， 我第一次見到咧，哇真係好型咯，即係好多啲 metal 啊，即係有啲光啊，有啲水，好特別。即係估唔到係點樣型。係咯，估唔到係點樣型。跟住原來個 reveal， 原來係一個 cheese grater。係啊。原來 cheese grater 唔係用嚟整 cheese 噶，係用嚟影相咯。大家記住攞個 cheese grater 去影相。當然我自己看很多 IG 上面不同的攝影師 flyer， 我就覺得咦，用這個也挺好，可以放一些 product 在裡面淋下水啊，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淋水的飲法，因為很有動感，還有最重要出到來的效果是靚，真的非常好。還有另外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一個雪櫃，是啊，我剛剛我就要 pull up 這個雪櫃上這個呢，我真的跟一個 IG 很厲害的攝影大師，即他又是很喜歡玩這些 photo trick， 還有我喜歡呢，你第二幅相永遠都是有個 explanation 的圖，即是令人家明白 kind of， 其實影一幅咁嘅相咧，其實都係好要用好多功夫嘅，係要嘅要，同埋有時候會即係濕曬添。不如我哋應間試整一幅啊，好唔好？好啊，我哋首先我哋唱歌先。咁今日唱咩歌？今日死亡之吻啊，因為同阿 T 媽認識嘅就係因為就係嗰個死亡之吻咯。係，好，我哋唱歌先。如计这一个下场，傻到为你奉献一切才以上名利，我虔诚送上，期望你留神欣赏我梦想，我甚至没有稀罕你。承受罪太多，明知的红分别惹祸，多多少少领略过，我上世欠你太多，今天一次过找清楚，不必再拖曾历的结果，不要多贪一刻温暖差点，为一生只会换来多可笑的一晚，动了该死的烦心。
早不算开心，残忍只需一关。咁呢啲啤酒你打算點樣影啊？幅相，梗係攞嚟飲咗佢啦，係咪？但係飲之前咧，就會影啲 photo tricks。咁但係大家睇完製成品之後就會知道點影噶啦。1, 2, 3, 3, 2, 1. 所以不停試。3, 2, 1. 好啊。3, 2, 1. 喂 ，OK 喎。有啊 ，Think we got it. Okay, Think we got it. We got it. Woo! Yeah. One more shot. Wow, really? Yeah, yeah. Secret technique. Yeah. Yeah. Cheers. Once again, cheers. Thank you. 變咗飲食節目。超靚啊！呢度好。OK 啊，一、二、三。開始好啦。OK， 好啦。你咪倒落嚟，倒咗落我度。自己好中意淋水嘅喎，有時候會得曬添。有啊有啊有啊 ！Yeah，yeah，we got it. That's a wrap. 咁我哋而家玩完呢個 photo challenge， 就到你玩呢個 musical genre challenge。你今日揀首歌係一首女仔嘅歌嚟，女仔嘅歌。我都未唱過，即係第一次喺你嘅 studio。叫做咩？呢首歌？你唔愛我啦。係啊，我唔愛你啦。是但啦，算數啦，唔煩你啦。咁今次咧，我就挑戰你，令到成件事變成好 manly 嘅 trap 版本。Let's go back to the studio。哇！呢、這個 cover 夠唔夠 manly 啊？正，我真係好中意呢個 cover， yeah, 因為可以做到我哋平時想做嘅嘢，即係呢啲咧。但係我哋平時啲歌咧就夾唔到。呢只你唔愛我啦，2020 Tima 版，耶！關楚耀版嘅。咁首先好多謝你上嚟嘅 show 啦，多謝。我今次都學咗好多嘢，即係睇到你點樣影相同埋嗰啲，就係做音樂一樣。咁啊，總之大家。Teamwork 咁就一定做得好噶啦。咁大家記住要 follow 關翠瑤嘅 IG， 多謝。係 Ugly 關，冇錯。同埋我嘅 IG TMA 68。跟住下個禮拜咧，最尾一集嘅天馬之音，星期四9點見，拜拜。